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插播你，加油！你说二弟喊我们上去啥子？弟妹儿，你能不能上去哦？你不得行，我一个人上去。咋不得行了？其实我已经猜到起，他喊我们上去咋子了？应该是那件事情。这个人也很久没走到二歪爷上面去了。你待会上去问一下你二娃爷想不想你哈？你二娃爷肯定现在在跟你当猪脚赶浪，喊你上去搞快些。走，快下来看看二娃爷的啥子在屋里。哎，我们走了那么久，给猪脚赶等趴到，去看看。二娃爷。二弟，你喊我们上来当猪脚赶吗？二弟，你喊我们上来咋子？拿猪当啊，那得不得行到。这个猪脚脚都发霉了，二弟的猪脚干都舍不得吃，都发霉了。罗二弟他说的给我们炖的猪脚脚。二弟，你这网也弄起来。嗯。那好看啊，刷子在那，你给我看看。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就是。啊。那就是上脚。还有节奏。我给你把鸡蛋都带到子，我怕丢心，那个喊你上咯。那是土鸡蛋啊。土鸡蛋。鸡蛋到哪里了？鸡蛋到哪里？鸡蛋。这么多？嗯，一坨40个，2坨80个。80个鸡蛋哦。这要吃好久哦，这么多鸡蛋。感谢我二弟啊。这是农村的正宗的土鸡蛋。我要还是卤的啊。土鸡蛋啊，土鸡蛋都比较小，你看。那我车子里带了一个东西，可以装蛋，非常好，而且不会破烂。你还是有备而来嘛，因为二爹上次就跟我说过的，虽然他这今天没说穿，但是我就晓得他喊我上来，我就晓得要拿啥子。这个拿上是不是方便多了嘛？走，装蛋。土鸡蛋的特点就是比较小。我就经常看视频，我看人不是好些不？好些了，好多了哟。手法还是比较专业哈。二爹，鸡蛋我们就提走了。猪脚脚今天没吃成嘛，下次上来哈。嗯。来，像哪款哈？你像哪款？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插播你，加油！二弟的鸡蛋哈，他都是在别人买的，这次买的是正宗的土鸡蛋，他是买给我吃的哈。但是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还是给他放的啦。他这两年钱不容易，所以我还是把给他放点。放的整体啦。你给他的话，他肯定不得要，悄悄放的。你给他的话，他要推来推去的，他又要嫌，他又要说我嫌弃。待会儿走到我们给他打个电话。二弟，嗯，我们插播你就告一段了，下次上来又叫你跳，我们一起跳哈。那个蛋我就真的拿走了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二天外孙儿生下来的一定会感谢你的。那没事没事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二弟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哎呀，你慢走。嗯，你个人做活路也慢点的。嗯。二，你看，今天又87个蛋。上面杨家山二爹给你捡20个，加起来100多个，够你吃一阵子了。其实呢，我现在看到鸡蛋就有点反胃，但是这是他们的心意，所以我接受了。像这些蛋在家里面，他们都舍不得吃，都是拿给我，我还是有些感动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，拜拜。